主料绿豆200克，辅料水，炼乳。准备时间10到20分钟，制作时间10分钟内。准备绿豆，绿豆洗干净，挑取坏的豆子，将绿豆放入电压力锅内打，加入水煮20分钟，煮好的绿豆盛出，用料理机将绿豆打碎，重新倒入碗中，加入炼乳，搅拌均匀，分装到的放模具里，放入冰箱冷冻一夜就可以吃了。烹饪技巧，冷冻之后甜度会降低很多，所以炼乳可以多放一些哦。如果喜欢本视频，请分享并订阅本频道。